前总统陈水扁究竟能不能够保外就医，成为选后的话题。在昨天，法务部表示建议陈水扁再次申请保外就医。今天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表示很高兴这件事情有具体的进展。我非常的关心，也很重视，我不会说说而已啊，很高兴有这样具体的进展。我当然支持让陈水扁前总统保外就医。我觉得，基于人道考量，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。那现在是往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发展，我个人非常高兴。